Hello， 大家好，我个名叫做罗盈之，我是一个教阿斯湯加瑜伽 Ashtanga Yoga 的导师。今天呢，我就想同大家做大约30分钟一个比较短少少的阿斯湯加的练习。咁如果你日常生活是太过忙碌，冇时间做全套的练习呢，你都可以跟住我做呢个30分钟短啲的练习，你都可以得到同样的功效。咁如果你係有張席，可以拉開張席同我一齊做啊！首先，我哋係會一齊開始 Ashtanga 嘅 opening chant， 一齊去練。如果你係唔熟悉呢個 opening chant 呢一個練嘅文章咧，或者就咁聽都可以。將手放在旁邊，咁吸氣，將手向上伸展，對呼氣，彎低腰 ，trini 吸氣向前望 ，tratori 呼氣，兩腳向後踏，彎低手踭。Pancha， 吸氣 ，upward facing dog。Sad，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今日唞唔啖氣，一、二、三、四、吸氣，兩腳向前踏。呼氣，彎低腰，吸氣，兩手向出邊向上伸展，呼氣，翻返嚟原先嘅動作，深呼吸，鼻琴，吸氣，對，呼氣 ，trini 吸氣 ，tratori 呼氣。按住吸氣 ，short 呼氣，等我飛上多一、二、三、四、七踏吸氣，兩腳向前踏 ，exhale 呼氣，彎低腰。Nava 吸氣，兩手向上伸展。Samasthiti 翻返原先嘅動作，再嚟一次拜日式 A。Ekam Dwi Trini Chaturi Pancha Chat Downward facing dog Five breath 五啖氣一。二、三、四、吸氣、呼氣、吸氣、收息氣、呼氣、吸氣、對。Trini Trattori
昆蟲 short 一二三四Santa, Esta, Nava, Sustiti, 再做多一次，拜日式 A,第二式 B 第二式，彎低膝頭哥 A 級，對伸直膝頭哥，彎低腰 ，three 臉向前望，吸氣 ，voluntarily 呼氣 ，puncha 吸氣 ，upward facing dog，downward facing dog 呼氣 ，supta 吸氣，將右腳向前踏。Ashtanga Yoga 右腳向後踏 Nava Upward Facing Dog Asha Downward Facing Dog Ikadasha 左腳向前踏 Dwarasha 左腳向後踏 Chayodasha Upward Facing Dog Chatutasha Downward Facing Dog向五搭氣，一、二、三、四、五，跟住的上，收的上彎低腰，縮脱的上，彎低膝頭哥。手向前，向上伸展，伸直膝頭，伸直膝頭哥，企翻原先嘅動作，伸直膝頭，再做多兩次拜日式 A 級，對，彎低腰 ，training 吸氣向前望 ，voluntarily 呼氣，兩腳向後踏。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左腳你右腳向前踏，左腳咧個腳踭係向中線嗰個方向踏，呼氣將右腳向後踏，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右腳的腳踭向中線踏，左腳向前踏，吸氣，呼氣，將手放翻低，踏左腳向後踏，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喺度唞五啖氣，一、二、三、四。吸氣向前跳或者向前踏，呼氣彎低腰，吸氣彎低膝頭哥，呼氣深呼吸，再做多一次。
將手放喺腰，將腳咧係同你呢、這個盤骨嗰個位置一樣嘅距離，企直身，呼氣彎低腰，彎住個腳趾弓，吸氣向前望，呼氣彎低腰，耷低頭，喺度唞五啖氣，一、二。三、四、五，吸氣向前望，將手咧係手板向上，將腳趾企喺呢個手腕嗰個位度，再吸氣向前望，呼氣彎低腰，耷低頭，由得你嗰個頸咧係放鬆，所以唔好向前望嚇。喺度唞五啖氣，吸氣向前望，將手放喺腰，再吸氣嘅時候咧，企直個人，將腳趾弓搭翻埋一齊。吸氣咧，將右腳向後踏，跟住向後同埋向右邊方向轉身。呼氣嘅時候咧，將右手係拉住你右腳嘅腳趾弓，向左手嘅方向望，唞五啖氣一。呢個係 tetra trikonasana 三角形式，啊，喺度唞五啖氣。吸氣的時候起身，將腳方向轉去右左邊。呼氣的時候咧，左邊手拉住左邊的腳趾弓，將個頸微微轉向往向右手的方向。如果係頸度係有痛的時候咧，就或者會放鬆向下望都可以。但如果你的頸係 OK 的話咧，就向右手望。喺度呼吸，呼氣，吸氣嘅時候向上，再轉身，跟住向翻右邊嘅方向，向右轉，繼續扭轉條腰。呼氣嘅時候咧，將左手放喺右腳嘅出邊，呢個彎腰。埋扭腰嘅動作嚇，向右手嘅方向望，唞多幾啖氣，吸氣嘅時候上翻嚟，轉方向，扭腰向左扭，跟住將右手咧係放喺左腳嘅出邊。左手向上，你的方向望的方向呢，是望住左手的方向。每一次做动作的时候呢，都是唞五啖气，呼气，吸气的时候上翻嚟，将右脚踏翻向前。跟住我哋做的是 Uttita Parshvakonasana。右腳向後踏，轉方向，彎低右邊膝頭哥，將右手放在右腳的側邊，左手咧係向前邊，即係右邊呢個方向伸展，眼的方向是望住左手的方向，繼續唞氣，
將你右邊的膝頭哥微微壓向你的右手的方向，呼氣，吸氣的時候伸直右邊膝頭哥上回來，轉右腳左腳的方向，左手在左腳的出面，再唞多幾啖氣下，每次咧你停低嘅時候都唞啖氣，呼氣吸氣嘅時候上翻嚟，跟住又將個腳轉去方向，將你呢、這個盤骨呢、這個喺腰下低呢兩個骨咧，同樣嘅方向向前邊，跟住彎低你嘅右邊膝頭哥。將你左邊的手踭咧，擺喺右邊膝頭哥的出面，手掌合埋一起，咁又一個扭腰的動作。如果你係扭得比較深的咧，你可以將左手放落地下。將右手一路伸展向前，吸氣的時候上翻嚟，再做另一邊的同樣的動作，一個扭腰的動作嚇。如果想做一個比較簡單少少嘅咧，就係將手掌搭埋一齊，做得比較深入啲嘅咧，就將可以將右手擺落地下。做拳套的動作，左手一路向前拉展，五啖氣之後呢，吸氣上回來，呼氣中右腳向前踏，回到原本的動作，深一試一試，手放在腰部，右腳向後踏轉右，唞一啖氣，呼氣彎低腰，將手掌放落地下，手指向前，唞一啖氣，呼氣的時候咧，試下你可以將彎低腰的時候，睇下可唔可以將頭頂慢慢向地下伸展落去。吸氣向前望，呼氣將手放喺腰，吸氣上翻嚟，將手向出邊伸展，手放喺腰部，吸一啖氣，呼氣彎低身，有時候可以將頭頂慢慢伸展到落地下嘅方向。可以將你嗰個重心微微向前移，比較向腳趾嗰個方向移。吸氣上翻嚟，呼氣，吸氣兩手向出邊伸展，呼氣，將手掌放埋一齊嚇，翹住啲手指。拉开你的膊头前面的肌肉，或者向上望，呼气的时候呢，再弯腰，将你的拳头呢慢慢是向你头的方向伸展出去。如果你比较柔软一点的呢，你的拳头可能会放到我地下的，我的膊头就比较硬一点，但是不紧要，无论你几个柔软啊几硬都好，你都是做紧瑜伽，有乜所谓。吸气上翻嚟，呼气呢，将手放喺腰，吸一啖气，再做多一次弯低腰，手指拉住脚趾弓。向前望，
跟住呼氣嘅時候咧，我先將頭頂放向地下嘅方向，手踭係拉開相反嘅方向，喺度留五下呼吸。吸氣向前望，呼氣手放喺腰，吸氣個人上翻嚟，呼氣將右腳向前踏，翻返去深呼吸嘅動作。再做多一個嘅動作，手掌夾埋一齊，跟住將手咧手指方向下向翻上，踏右腳向後轉腳嘅方向，企直個人。呼氣的時候彎低腰，一個金字塔式一個落五拍。如果你這個倒轉拜神手這個手的動作是太難的話呢，上得來你可以是掂住相反的手踭都可以啊。作為左邊如果你的腳是這個 hamstring 這個位置比較容易的話，你可能個下巴可以碰到你的腳都可以，你碰到你這個腳這個位置。吸氣上翻嚟，將右腳向前踏，或者今日就係做咁多，而家我哋去休息嘅練習埋做呢個彎腰嘅動作，跟住就可以休息啦。坐低喺地下，跟住瞓低喺度，腳。踭咧大約係離坐骨大約有一尺嘅距離，我哋先做一次咧係一個簡單嘅拱橋動作，將你個屁股向天空有啲人咧或者。拎住呢個瑜伽席嘅旁邊，有啲人咧就可能可以將兩手放成一個 hold 住一個拳頭嘅動作，留多幾拍，五啖氣之後咧，你就可以慢慢呼氣嘅時候咧，放翻你嘅脊骨喺翻瑜伽席度。如果你係又可以。做到一個完整的拱橋，你可以做多兩次完整的拱橋。如果是完整拱橋太難做的話，你可以做剛才我這個動作。完整的拱橋是這個 Uttanasana， 將手放在你的膊頭上面。首先第一口氣，吸氣的時候將頭頂放落地下，拎起個屁股拎起个屁股，将头顶放落地下。再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咧，就撑直只手，五啖气，一、二、三、四、五，就将头顶放翻落地下，唞一啖气。再嚟多一次，撐直隻手，五啖氣，一、二、三、四、五，放翻落嚟，慢慢放下，小心啲，跟住向右轉身，撐翻個人起身。伸直只腳，唔好太直，微微地彎都可以嚇，微微地彎就唔好拉伸拉傷個人就唔盡啦。慢慢將個腰部背脊
慢慢放鬆，一路唞十啖氣。慢慢嚟，慢慢嚟下，唔使急。跟住我哋就最後完美嗰三個色，我向翻你哋呢個方向望，你可以睇得到清楚少少。如果你係可以做蓮花色嘅咧，你就會將右腳放先，跟住左腳喺上邊。如果蓮花色比較困難的話，就交叉腳都 OK 了。左手向後，右手向後，向前彎腰，五拍，一、二、三、四、五，吸氣上回來，兩手放在膝頭哥上面，伸直的手踭，拇指和食指的指頭是定住，微微將下巴向下，吐大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最尾再做十下嘅 uttihi， 咁就將手咧放喺呢個大髀，跟住你屁股呢個位嚇，就大髀底下，拎起個膝頭哥，拎起只腳，試下可以撐直個人，數十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放翻落嚟，咁就完成我哋三十分鐘嘅瑜伽動作，就唔係全套嘅阿斯湯加，但係都可以好有功效嘅。咁剩翻少少時間咧，你就可以做大休息嘅動作。瞓喺瑜伽席度，將手放喺旁邊，將個人全身放鬆，就休息大約五至十分鐘，咁就可以完成全套嘅瑜伽啦。多謝你收睇，希望你同我一起做嘅時候咧，都好覺得好有享受，同埋知道點樣可以每一次都可以跟住我做啊。咁或者大家練習一起練習。日子有功，多謝你收睇，拜拜。